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在法相唯识里面算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而且也是可以贯穿整个唯识中法相中的一个理论，那就是种子理论。种子理论在我们的经要的54页，我想我这个说起应该是比较完整种子理论但是好像在其他的并没有对这个理论讲太多但是我认为它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学了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进化我们阿拉耶识里面的一些恶的种子，恶的一个习气，那凭什么？就凭种子理论来。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修行，那你要怎么去修行能够达到让你的所有阿拉耶识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呢都变成无漏的，也就是说全部都成为一个纯善的进化的一个种子。那这个要靠我们我们前辈先进的一些菩萨他所创的一个这些理论。事实上唯识呢他很多是后来像经过护法啦他们这些菩萨逐渐建立的。那建立的目的呢只是在解释我们佛陀的教化一些理论的基础。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我们佛教的学院或者是佛教的教育机构应该是要把唯识当作一个基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跟一个学术齁。今天看到报纸齁，昨天就发生了齁，好像有一位女众齁说拿美工刀砍那个杀了齁，这个应该美工刀不能叫砍了齁，割伤齁，割伤一个高中的学生齁，结果哪一个报纸啊说他是还特别强调他研究佛法的齁。那我有去看那个报纸齁，他是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的时候他的论文呢好像是写关于佛法方面。那我就在讲呢，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他在理论基础上，而且他是研究所，他应该是研究的嘛，可能解更没有行了，而这个解呢可能是误解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大学里面很多的老师他对佛法也是一知半解。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的这个指导老师是哪些人，应该可能了没有对佛法有一些深层的研究，起码他对唯识可能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很多人看他唯识都认为这个都是法相，懒得去看了，都是一些解释名词，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呢？事实上呢，我们以前的这些大德他为了解释我们佛陀的教化，所以呢他创的他就去可能是在定中，我不知道了，我还没有那个境界，他去分析我们一个人
他起心动念的时候会涉及到哪些东西，所以呢，他就能够把我们人的思想，哦，把它提纲挈领的跟我们讲了哈。那我们将来把51个心所都介绍完之后，我想呢，可以跟大家呢来配合种族理论哈，我们可以来慢慢的学习进化我们阿拉耶识里面的四体哈，把它啊从啊善恶然后无记的过程里面，把它进化为啊纯善的哈，也就是无漏的种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啊这个54页哈，我们要讲种子跟现行。那种子呢，他说啊是一个功能哈，种子是一个功能。他说事呢是一种心法，也是一种功能。我们的事也是一样哦，哈，事体，我们的心哈，那功能呢没有起现行的时候，我们不称为事，而称为种子。那种子起现行的时候，我们不叫做种子，而是叫为事哈，事体的事哈。那所以呢，种子是一种潜在的功能。那事呢是一种潜在功能发生的作用的，因此呢，所谓的种子的话，它就是一种能量哈，一种能，也就是一种力哈，是一种用哈。那它呢，无形无质哈，啊，非物质而能够产生物质的利用哈。也就是说，我们是物理学上的所谓的能，就是能量的哈，啊，像我们了解的电哈，电就是一种能哦，也看不到哦，电哈，也是我们看，就是它也是一种能哈。那这种能呢，是心理活动的潜力哈。啊，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那它呢，一个就可以变现哈，都是这种功能的力量。那他说世间万法呢，都是从这个能、这个力呢所生起的哈。这个要不是说我们可以变世间万法了，我们要了解哈，我们这个唯识家是以我们自己的事体为中心哈。来出发的，也就是说，我们去认识这个世间的啊一切的万法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当然是你的事体嘛，你的认知嘛，哈。所以说，那你怎么认知呢？那是从阿拉耶识的种子变现行去认知的。好，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我们看到的，不管你桌子、人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事情所变现的，哦，前面的色只是勾起你阿拉耶识里面的那个色的色种的一个相分出来而已，那你还是自己的意识去认知你，就是了别你自己事体里面的相分了哈，所以你。脑筋里面的世间的所有一切万法，还是你自己所变现的。我们可以了解嘛？哈，世界多大？哈，各种各况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我们认识的呢，就是我们自己阿赖耶识里的东西。我们没有到，比如说，我们没有到非洲，我们只是凭。新闻的报道啦，电视啦，给我们一些影像，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能够理解的非洲，还是我们自己事体根据我们所了别的而变现的，跟实况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不知道哦。
所以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个能、哦、由这个事体的种子变现行来让你了别的、哦、好，那我们接着介绍呢，种子的六义、哦、它有六个，符合这六个的才能称为种子、哦、他说在唯识成唯识论里面呢，那为种子的体性立有六个意义、哦、那具备这六种的条件的话才能称为种子，缺一的话呢都不能够成为种子、哦、那第一个呢是刹那灭，成唯识论说呢种子亦略有六种，一呢是刹那灭，那为体财生无间必灭，有圣功力方成种子。那这个呢，在遮藏法，什么叫遮呢？就是说在排除，哦、或者是遮蔽，哦、藏法就是什么永久不变的，永久不变的东西，哈、哦，常无转变，永久不变，它就是那个东西啦，哦。永长嘛，它永远存在了，它就没有办法转变、哦、那它就不可以说有生的用，它就不没有变嘛，没有变的话就不可能产生那个能那个用、哦、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是长那就不能够就称为种子，种子一定是什么刹那生灭、哦、刹那生灭。那他说呢这个要义有两个，一个呢是种子的住体必须是变化无常的随生随灭的有为法，才能够为宇宙万物之恩，它一定是有为法，也就是它是生灭法、哦、因缘生灭的、哦、第二个呢因为有生灭才有转变嘛、哦、那有了转变才能够起果，就是才会产生果、哦，还有呢，能够让我们得到那个果吼的功用吼，那才能够成为种子。它如果永远是种子，像我们种下去的啊、稻谷啦、稻谷的种子或者麦的种子种下去，它永远不变，哎，那它能不能成为种子？哎的哎的给的没有用的种子嘛吼，那所以呢，啊、它一定。是要有生灭的，有生灭的、哦、我们知道呢，产生力量，比如说我们产生力量，我们拳头这样产生力量，打下去才产生力量嘛、哦、有转变，你转身的时候，那个才会产生力量。所以他说，有转变的才能够产生力量、哦、那如果不生不灭，也就是常嘛、哦、不生不灭。常住不变的法，没有转变以其果以果的功用，不能为宇宙万物升起之恩，那便不是种子。所以种子一定是有生灭的，它是有为法，不是无为法，不是无为法。然后第二个条件呢是果具有，那成唯识论说呢果具有呢，是为以所生现行果法，具现和合，方成种子。那这个呢，在啊遮蔽什么呢？他说前后跟啊定相离，啊现种是劣，啊现种异劣，互不相违哈。那这个里面呢，啊提到说也有三个啊要义哈。第一个呢，种子要以所生的现行果法同时存在而不相离，即时现有才叫做种子，就是种子跟它的果，种子起现行的时候是同时都在的，只是转变现起而已，但是它跟它的事体它种子是没有啊变现之前，没有起用之前是叫种子嘛？起用以后叫事体啊，这两个东西还在的，啊，它因跟果是同时存在的哈、哦。第二个呢，他说现呢
是指说我们前面有限量有提到过嘛，哈，显现要显出来，现在哈，不是过去也不未来，现有现在就有哈，这三个意义哈。那显现的意义呢，它就否定了第七识为种子，因为我们知道第七识呢是很隐秘的嘛，哈，第七识我们也很早。很难找得到它，因为它隐秘在后面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如果那么容易被我们发现，那我们我执就很容易去掉了，但是去不掉，因为它很隐秘，它没有显现，所以第七识没有办法变成种子识，前七数都不是的哈，比如第八哈，那因为它的果不显现哈，那现在意呢，他说是否定因果前后相生为种子，因为未生的与已生的东西没有自体，所以过去未来没有因的作用，不能成为种子。他说现在。只有现在的东西才是种子，所以种子他认为没有因果前后相生，不用相生了，它本身就是种子一变现行，它并不是生出现行哦，它是变现行，所以它种子跟事是合一的哦，是合一的，所以他说呢。唯有现代的东西才有因的作用，才能成为种子。然后第三个他说和合呢，是指现跟种相生，种子跟现行是相生的，种子变现行，现行变种子，是变哦，不是生哦。那这个呢，他说三法辗转因跟果，也就是说种子跟现行是两个不同的相反对立的范畴，因跟果同时而有，现在而有，合合而有，所以种子跟现行因跟果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两个看起来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统一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那一般而言呢，种子跟现行的关系有四种，他说现行新种子，种子生现行，那种子引种子，现行引种引现行，他说其中只有种子生现行，那跟现行新种子合乎果具有的条件，那种子引种子不合乎，因为种子引另外一个种子它没有关系，两个不能同时具有嘛，那种子现行引现行也不行，所以果具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种子跟现行它是合合一起的，它是一体的两面，从变现的就是你显现的，你了解了，你分别的时候，它变实体。你不了解，你没有去注意它啊，它就回去了，它就变成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种子储存在第八识里面。然后第三个条件呢，它说恒水转，恒水转，那成为顺路里面体呢？他说恒水转呢，是又说呢，要常识一列相续到究竟位方成种子。此则呢，转是转意间断，与种子法不相应故。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种子现行，虽然刹那即灭，但不是灭己即断，而是呢，前生后灭的一列相续，非常亦非断，一直到
活果位，哦，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变现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它是呢灭了又出来，灭了又出来，灭了又出来，哈，那而且不是灭了就断了，哈，所以它不是，不是长，就是一直不变，也不是断，哈，也就是说它是一脉相续的。我想你们应该有看过瀑布吧，哈，那个乌来的瀑布，哈，它事实上看起来是相续的，对不对？哈，一条好像事实上它是中断的，哈，这水跟雨一样嘛，哈，我们看雨好像也是相续的，事实上是雨滴嘛，哈，雨滴下来了，哈，好，那这种呢种子呢？在阿拉耶识里面呢，自劣相生，哈，自劣哦，哈，善劣生善劣，恶劣生恶劣，哈，都没有间断，永无了期。这个呢叫做恒水转，哈。他说，然而呢，诸法之中恒水恒时相续的呢，只有第八阿拉耶识。所以呢，种子恒时随此。能持的第八阿赖耶识转起，一类相续为种子的特性，因为只有阿赖耶识才不会间断的，哈，它才会啊这个一类相续，哈，那这个呢否定的七转世就是啊前五世第六第七啊这个叫转世，为什么？都是从第八阿赖耶识种子变现行转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叫做转世，跟色法都不是种子，哈，这个都不是种子。因为如果说第七的摩那识虽然到究竟未断尽，但在入地见道的时候，即已开始有。无若转意而有间断，哦，第我执嘛，第七是我执嘛，它会不会间断？会啊，哦，你到了阿罗汉位，哦，小圣、大圣的话要到入地，哦，以后见到了，哦，那你这个时候呢，我执就会变慢慢的啊间断了，哈，哦，间断了，那。在第六世呢，他到了法公观的时候，哦，第七世便以平等智相应，所以呢，非常时一类相续数就近佛果位，不能成为种子。他这个是否定。那前五世当然不用讲嘛，哈，前五世我们是有看才有嘛，哦，有声音你才他才听得到嘛，啊，中间就断了，哈。比如说你的耳朵耳室寂静无声的时候，你就不起作用了，哦，你眼睛闭起来眼室就不起作用，它有间断，哦，啊，第六世他认为也有间断嘛，因为第六世我们修到法空观的时候，妙观察智的时候，啊，就断了，就没有了， 不用到佛位哦，不用到佛果位哦，哦，第七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哦，它平等性质一起来，我执去掉之后，它就断了，哦，所以呢，他认为啊，只有啊这个第八世，因为第八世是我们本体世嘛，哈，哦，它随我们，你甚至于不到佛果位，你就是在凡夫位，它一直随着我们。也就是不是随着我们，我们随着他，哦，去转身，哦，去、到各气，哦，六啊，这个到各气机嘛，哈，哦，这个到六气啦，或者是呢啊阿罗汉，然后呢是看你色界啊无色界，哈，哦，每一个三界啊，你去跑。都由第八世呢，啊，
带着你的业去跑了哈。第四个条件呢是信决定哈。那陈维书论里面提到呢，信决定呢是说随因力哈，身善恶等功能决定，才能够成为种子哈。那这个地方呢是在遮蔽一部，所谓一部呢就是啊。小圣啊，或者是什么各种理论哈，反正不是大圣为是的，都是一部哈，都是其他的派别哈。执异性因，哈，生异性果，有因缘异哈。他们又认为，你不同的性质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哈。善因可以产恶果，恶因也可以产善果哈。他这个理论，那唯识家认为不可能哈。他说种子的体性呢，必须是什么因，然后生什么果，善因生善果，恶因生恶果，无忌因呢生无忌果。那有这个性决定的功能的话，才可以称为种子哈。那能心的现行因是善，所心的种子也是善，那这个善种子所生的现行也是善哈，名为性决定。所以我前面常常提到，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把十一个善呢，善心所呢，啊，常常去想念它哈，你想念它以后。你的啊，就会形成很多善的种子在你的阿拉耶识里面，那就会比较好一点哈。啊，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了哈。所以说呢，种子要随它的能心因力的善或者恶呢，这个性别呢，个别决定哈。如果是恶的，那一样哈，通通是恶了哈。那从处物呢，还生处物，这个意思呢，就否定了小乘呢有不足三性互为因果，并为恶不善业感无忌根生果哈，亦有因缘异哈，所以称五根心为异所果。那这个有两个错误的地方，一个呢不变自体，一个呢。性不相随，都不是种子。他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小乘呢有不，哦，他们认为三性呢是互为因果的，就是善恶无忌都互为因果哈。那而且称善不善业呢，可以感无忌根生果，哦。无忌根生果，就是我们的身体啦，我们肉体，我们肉体是一出来是无忌的嘛，哈，这个无忌的嘛，没有素体辨别之前，我们身体的本身是无忌的，哦，那这个他说这个，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哈，这个是不对的。他这个说，这个善恶的体，他没有辨别清楚，而且呢，他说性不相随，所谓他善的只能生善的，恶的只能生恶的哈。我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了哈，譬如说，有些女孩子很喜欢洒香水，对不对？啊，好，那他洒的香水。撒什么香水，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嘛。哦，撒香水又不会变成臭嘛。啊，这个就是种子，以前叫做什么？以前的翻译叫做习气。啊，习气，我认为比较合乎种子的那个习气哈。习是习惯的习，气呢是气体的气。啊。我们知道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习气哦。这个人走过，那个体味不一样的嘛，哈，那个就是习气哈，那个就是习气。
所以某一种味道的习气，它现行显现出来给你闻到的时候，就是那个味道。这个是性决定的哈。第五个呢，条件呢叫做待众缘。那他说呢，成为数论说呢，什么叫待众缘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呢要待注重缘和功能殊胜，方成种子。那这个呢是在遮蔽什么呢？外道直自然因，不待众缘，恒顿生果。或者遮一部，就是其他的哈的教派哈，言恒挥舞，显所代言，挥恒有限，故种子以果，挥恒顿生哈。啊，第五个条件是种子要升起变现行，要带众缘，要有因缘的哈。要有缘才会升起。那他说呢，有一些变外道说逐自然因，那自然就有了、哦、不用带众缘、哦、那这个呢，陈维顺里面这样讲呢，他是说明种子要有众缘的和合，才能有生果的特殊功用、哦，所谓众缘呢，就意义来说有三种哈。众缘，第一个，我们五片行里面的什么作意，哦，第二个是根，就是它要有意气啊，哦，那这个根呢是感觉器官嘛哈，比如叫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啊，近色根哈。第三个要近，认识的对象哈，有这三个东西。我们的意识呢才会升起，而且呢必须以意识自己的潜力、哦、这个潜力就是共种子嘛、哦、为主要依据，还要有智意、感官以及 认识的对象三个作为条件才会升起的、哦、才会变现行的。那这里呢，这个是在否定外道的不带众缘的自然恩，既能顿生结果。外道 有些是这样子说法了，譬如说他说我们不讲任何宗派，譬如说上帝造万物，只有一个人，他造了万物，他这个也是自然因，万物怎么出来的？是上帝造出来的，就自然出来了嘛。好，还有呢，另外呢，缘呢，既然是条件，那条件有时具备，有时就未必具备哈、哦，那以至于种子不一定能够产生现行哦，因为所带的缘呢缺少的缘故，那这个也否定了小乘有部的学者呢，逐众缘恒有的主张，他认为缘永远有的，那唯识家认为不一定，好、哦，某些缘也不一定会出现，啊、哦，譬如说我们看到东西，那这个东西呢不一定在现前，哦，当然你用想的也可以，第六识起的也可以的哈、哦，不过一般来讲，你这个作意。你那个注意就是注意呢，一定是某一个外在条件的刺激而引起的，好、哦，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哈、哦。好，第六个条件呢，他说引致果，那《成为数论》里面提到呢，什么叫引致果呢？他说位于别色心等果，各个引申。方成种子，那这个呢是遮蔽呢外道执唯一的因生一切的果，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上帝造万物哈，或遮其他教派执色心等互为因果啊，他有些教派认为
色跟心，就是有这个什么物质跟心理互为因果的哈。不同的因呢，引生各不同的现行果，有这个功用呢，才叫做种子哈。所谓引住果的话，是指色法种子，只能够引色法的现行之果，而不引生心法。哦，你看到，哦，眼识嘛，哦，前五识聚起跟第六识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哦，比如桌子，那这个时候呢，你引起阿赖耶识里面色法的种子跑出来，哦，那个相分跑出来，它不能够引所谓心法，哦。那心法的种子呢，也但能引心法现行自果，而不能引色法哈。那这个意思呢，是否定对象有两个，一个呢是否定外道，即一切唯有一个原则，一个原因哈，能生宇宙、生罗万象差别不同的果法，就是说上帝造万物嘛，一个原因而已哈。第二个否定小乘有部呢，如色法可为心法的因缘，心法可为色法的因缘，两者呢即引住果之意哈，都不是引住果的意思哈。其实我认为它理论上就跟前面那个性决定一样嘛，好，你自己善的只能引善的，恶的只能生恶的，好。一样的意思了哈，只是说他这个条，他那个这个有一些是为了跟人家辩论嘛哈，那设了很多条件哈。他说呢，具备这些六个意义的，那只有第八阿赖耶识中能生结果的那种功能，所以呢，这个呢是种子。才能称为种子的哈，这个阿赖耶识哈，阿赖耶识事实上呢，它是无记的嘛，一定哦，阿赖耶识一定要记得哈，它是无记的，它没有善恶哦，没有善恶，里面呢，就是它本身是无记的，所以它里面能够接纳善的、恶的、无记的东西哈。一个人是好人，他看到坏人就会起排斥嘛哈。否定他嘛？你说一个社团，哦，我们自己认为一个是善的社团，一个坏人进来，你要不要给他参加？绝对不要嘛。那阿赖耶识是可以容纳善恶无忌，哦，所以它本体上是无忌的，来者不忌的哈，来者不忌。那魁基大师呢？这个是我们玄奘的弟子哈。他说：“上六义中，唯言内种具有六义，然世亲呢，色论就是舍大乘论了哈，义通外种，所以魁基呢又在六义遮减之中呢，他的书了哈，说呢不遮色者，色法外种亦具此六义，故假名种子。”这个有时候我们会乱掉哦。我们看到那个稻谷的种子，有没有看过？有嘛哈？我们认为那个是真的啊，那佛法说它是假的呢，假名种子呢？那个种子，我们佛法为什么说讲假名种子？这个是唯识派说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种子不是那个种子啊，是什么？我们自体，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的眼识跟第六识聚起的时候所看到的种子，是我们自己的相分呐、啊，我们脑筋里面相分呐、啊，那个种子还是在那边呢、啊，而我们看到的种子在我们脑里面，所以他认为那个种子。在我们脑里的那个种子是假的哦，
是什么？他说什么什么？没有实体，为是所变，我们自己变出来的嘛，哈。现行，所以称为假，哈。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说我们依哦，还在缘起上依名记忆。什么叫依名记忆？我们听到一个名称，我们就了解它的意思的，哦，杯子名称嘛，我们就到杯子在什么称水，在放水的嘛，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哈。因名记忆而假象安立的，我们就总之我们知道没有，总之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杯子，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那这个呢，我们叫做事实假有。哦，在我们的唯识里面，在我们的事体里面，这一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名相，哦，是一个名相而已，哦，名相而已。那这个呢，就是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外界日常所见的谷种、麦种等等种子呢，是依事实见解假立种子之名。其实呢，他们呢都从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谷麦等种子而生，变出来了哈。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自己变了，变出来了哈。那都是现行果，种子变现行变出来了哈，并非种子，哦。它已经是现行了，不是种子了哈。那丙有这个，另外呢，他说种子呢的种类，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内种子，内种子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阿赖耶识里面所储存的一大堆的善恶无忌的种子，那个叫内种子。另外呢，外种子就是外面的色境啊，外境的那一些种子啊。以外呢，还可以分为有漏种子、无漏种子、丙有种子跟心心的种子，还有业种子啊，还有名言种子，那这个意所种子跟等流种子了哈。那其中呢，他说第八是跟有漏种子不依不异。第八世呢，阿拉耶识为什么跟有漏种子呢不依不异呢？他说世是体，种是用，是体是体，用是用，故非一。这个是以前那个辩论家常常在用的，哦，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去专注它了，哦。还有他说呢，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故非异。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东西嘛，一体两面而已。那为什么说第八是跟有漏种子 不依不异呢？因为我刚才讲过，第八是它跟善恶无忌种子，它就是一个混合，就是一个集合体，哦，它里面包括善恶无忌，哦，善恶无忌大部分都是有漏的，就有善有恶嘛。那如果无漏种子就是纯善的，哦，就是佛果了，佛陀了，哦，那个叫做阿头那世，哦，那是纯善的，纯这个纯善的这个事体了哈，哦。那就不一样了哈，哦。他说呢，无漏种呢是清净无为，而第八识是无记性，两者不同，所以无漏种只能存在其中。无漏种子呢，也是在我们阿拉耶识里面哦，但是要到你要修到一个位阶，比如说我们佛果位，一定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
你把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这些善恶无忌的种子，无忌里面包括有护无忌嘛，哈，这些种子都给它净化了之后，它就会只有纯善了。那这个就变成无漏种子的哈。所以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呢，这个种子呢，它是灰色灰心哈，它只是一种功能。我们可以讲它是一种习气，哦，一种能啊，能量，哦，一种习气，哦，那这个功能呢能够骗宇宙，所以种子呢也是骗宇宙的，哦，功能一旦起现行，那宇宙万象生物，这个呢就变出来了，哦，那种子无限，宇宙就无限了。另外呢，种子呢没有大小轻重之分，没有大小轻重之分。种子起现行的时候，会有我们讲过嘛，那个四体会变四分出来，一个是相分，一个是见分嘛，最起码这两个会出来。相分就是那个影像会出来，见分就是了别他，然后自证分是去证明而已嘛，自证分再来复合一次，那相分由见分而显示，所以心术分别一生，那就能够舍尽全宇宙，没有一法呢不在心术之中。这个讲什么？讲说你所认识的宇宙，哦，跟外面的那些宇宙不一定一样， 哦你所认识的万法生罗的宇宙都是你的事体所变出来的。你的事体有多大，哦，变出多少的这个那个宇宙，它宇宙就有多大，哦，每一个人的宇宙不一样，哦，所以呢他说宇宙万法呢都是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呢所含藏的，哦，所含藏的万法种子变现而来的，哦，我们要去理解，哦，我们的认，我们这个叫了别嘛，哦，认知都用的话，是我们的本身的事体。我们常常讲的，哦，比如说我们住台北，台北长得什么样子，是你自己认识的台北，跟别人不一定一样，哦，哦，你形容出来的台北跟别人形容的台不一定一样，为什么？那是自己认知自己的事体所变现的台北，跟别人的事体所变现的台北不一样。所以你也不用执着外面的任何事物了，因为那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有关的是你的事体的认知。好，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再看59页，哦，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种子的本有跟心心，哦，那种子这个就是鸡蛋跟鸡的问题了，哦，我们常常会笑话说先有鸡或者先有蛋，哦，有这么一个辩论嘛，哦，那这个呢是种子是不是原来就有，或者是后面欣喜产生的？主张原来就有呢，是副业，哦，就是我们以前的印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菩萨，哦，副业。他说呢，他根据他就是说
成为圣女里面也有提到，他说诸有情既说便有五种性别，故应定有华而种之相，华而种之不由心生。他说呢，这个是印度了，种姓了，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众生呢有所谓的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凡夫种姓的差别，那就表示呢，这个这一些啊，就表示无漏种是本有的，不是后面欣喜而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种姓为什么会不同呢？它本来就是这些种姓的了，它本来就是这些种姓而产生的了哈。就是种子，它本来就是啊，你是缘觉种姓，你原来的种子之缘觉。然后他第二个认为呢，一切有情从无始以来辗转而来的种子，是一切的法所依哈，是天生禀有的，而不是后天新生的。好，然后第三个呢，他说有禀有的有漏种子升起有漏的现行，有禀有的无漏种子升起无漏的现行。这样子才能建立前因后果不乱的次序哈。如果我们想一下哈，如果种子本来就有，那你就完蛋了。那我们凡夫种姓永远是凡夫了，好，那不定种姓永远就不定了，那如来的永远是如来哈。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嘛？本来就有，那还修什么呢？哦，本来就这样子，那就没辙了嘛，哈。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新生的，就是又欣喜而生的呢。这个是南陀，也是一个大菩萨哈，印度的大菩萨。他是根据《多戒经》里面说，诸有情心。染尽诸法所欣喜故，无量种子之所集集。那他所处的理由呢，他说经论虽常说无始以来就有种子，但并不表示种子是本有的。我们知道呢，所心跟能心从自始以来就有了，所以种子呢自始以来就被欣喜而生。他说呢，从始以来就有种子，但并不是说这个种子本来就有，可能是后面欣喜而有的。哦，那既然种子的义名，哦，第二个，哦，他说是习气，那就证明了种子是由欣喜而生的。哦，以前呢，翻译叫做习气的，哦，以前就这叫习气，哦，那现行法呢，欣喜阿拉耶识所生的习气有三个，一个是名言习气，一个呢是有知习气，有知习气就是业习气了哈，有知就是十二因缘的第十有哈，跟我执习气这三种习气哈，那包含一切有漏种子，所以有漏种子是由欣喜而生哈。那舍大圣论说呢，闻欣喜、闻尽法界等流正法而兴起，在没有闻欣喜前是有漏，正闻欣喜后才生无漏的清净种子，所以无漏种子并非法而本有，这个是啊。所谓的南陀所主张的哦，是欣喜的。啊，护法哦，我们唯识的主要的依据的都是依据护法哦。他说两个都有了。为什么两个都有？他说种子本来也有，
啊，欣喜也有哈。那护法认为前两派的主张呢，无法满足各经论的旨意哈，只有主张贬有与新兴既有，才能够免于违背经论。护法首先指出呢，贬有派的两个过失，一个呢是违圣教的过失，二呢是违互为因果理法的过失哈。我刚才讲过了哈，贬有是不大可能的，那就不要修了嘛。如果种子一直本来就有，啊，因来就那个样子，哦，如来种性就如来种性，啊，凡夫种性就永远凡夫种性，那就完蛋了哈。大家也不用修了哈，那佛法也不用先养了嘛哈。然后呢？他然后认为呢，唯心心派也会产生有为无为无因缘的过失。如果只有心心的，那你心的话都是无漏，都是有漏，就是有为法生灭嘛，哈，才会心嘛。那你这个无漏果怎么跑出来呢？那你不变有漏，变成可以变成无漏，有漏果可以产生无漏果，他认为这个不能互为因果哈，这个是错的哈。他说呢，这个无漏法呢，原来有两个，一个是无为无漏，是指不生不灭的涅槃，用不到种子的因缘；第二个是有为无漏，不能没有种子因缘。如果说没有贬有种子，那最初的无漏现行从何而来？哦，所以他认为还是有的哈。那个无漏种子在阿拉耶识里面不容易显现啊，达到你整个进化之后，它才会显现哦。那它是原来就有，不是欣喜而来的哈。那这个无漏法呢，从未起现行，也未曾欣喜，那无漏种子就没有办法产生。所以他说认为这个未心无种难哈，就是说心心法，他认为也是不对的哈。那无漏种子呢，不能够由有漏种子来生起哈，无漏种子也不能够生有漏种子，否则的话呢，无漏的佛果也能生起有漏，善法也可作为恶法的种子，那这个呢？是染为净因染的哈，这个是不对的哈，他认为是这样子不对的，啊，无漏的可以生有漏，有漏可以生无漏，的互这个就乱掉了哈。所以呢，他说除了上士破为丙有或者为心虚之外呢，护法呢在以下列理由呢说明这两个都具有。他第一个呢是无尽意经说的，他说一切有情无始时来，有种种界，如二叉戟法尔而有。所谓丙有种子，系是无始以来呢，在一说数中，一说数叫做阿拉耶识哈，啊，法尔存有，能升起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差别功能，这个叫做本性助种，哦，它本来就有了。就是说，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无始以来，它本身也有一些种子。另外呢，他说《作戒经》里面呢，也提到诸有行亲，染尽诸法所心习故，无量种子是所积集。所谓心习种子，是指无始以来不断被现行所心习生成，而舍藏在阿赖耶识里面，能为将来升起现行的功能，这个叫做习所成种。好，那我们了解呢，窥基大师呢综合各家的说法，采取护法的主张，这个是我们中国法相唯识宗啊所主张的哈，
认为种子生现行的强盛势用，虽刹那乍见，而受现行心行呢，同时成果，互成种子，所以呢，心心的意不可动摇。但此无始以来能心的现行，必有贬有种子为共，为其清因，否则变成无因论。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欣喜嘛，啊你不是要种子变现行吗？啊，现行再去欣喜，变成新的种子吗？那如果没有原来就有种子，你这个怎么变出来？你的现行怎么变出来？哦，你的现行变出来才能去欣嘛。啊，你如果原来没有，啊你怎么变出来？就想说这个没有鸡蛋的话，啊你一个鸡怎么生出来嘛？哈，卵生嘛，哈。这个欣喜呢，是一个我们将来在修行的时候要特别啊注意它的哈。那我们了解呢，总是度第八世，就也就是阿赖耶识呢所储藏的哈，它藏在里面嘛哈。能生诸果，就是善的生善的，恶的生恶的哈。的一种功能哈，那这种能生起万法的种子呢，在第八世里面是前念种子生，后念种子哈，前灭后生哈，就是刹那生灭的嘛哈。那自类相续，有如瀑流哈，这个呢叫做种子生种子哈。那另一方面呢？某一类的种子在众缘和合的情况之下能生起各自的种法，这个叫做种子生现行。那当它生起现行的刹那，那它强行的速用刹那之间再欣喜各自的种子，这个叫做现行新种子。那被新的种子成为新的种子，那但是呢，它仍然储存在第八世里面。不过呢，认真的说，所谓的现行新种子，是具有见闻觉知作用的前七世才有。第八世它不能哦，第八世它本身没有办法去新，没有办法哈、哦。能新的是前七世，也就是说。能够见闻觉知的前七世才行哈，是前七世的见闻觉知的作用呢，就是现行。我们知道嘛，我们前七世去认识了知，就是种子变现行嘛哈。那现在，也就是说现行就是现在的行为，那这个行为是透过什么身、与意三方面的行为嘛哈。我们种子变现行，我们四体，我们原来的阿拉耶识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桌子，阿拉耶识怎么起作用呢？其实种子我们射进来之后，我们要五片行了哈。五片行是什么？作意，还有个什么？触、受、想。哎，注意，那个作用是在想哈。想的时候，那个相才会出来哈。想啊，思就是行动的哈。我们在阿赖耶识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相，桌子的那个相，那个想的时候就射进来了。然后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射种，就是射法的种子，它会变现相分出来啊。然后变相分的同时呢，我们的眼识、第六意识、第七，同时呢也会现行，也就是跑出来哈。我看到了，那是第七识嘛哈。啊，看到那个是第六跟前眼识的一个作用嘛。那分别啊，这个是桌子，我看到桌子了。啊，那起这个作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
啊，一种生与义的一个行为，然后就起现行了。那我们知道呢，种子心生现行的时候，种子是原因嘛，哈，现行是果，而现行我们做的任何一个行动，回过去心种子的时候呢，那现行是因，种子是果，哈。那新生的种子了，跟原来种子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三者呢，种子、现行、心息的关系呢，是刹那生灭，以果即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两个条件嘛哈。一般来说哈，因为有这个理论，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修行才有用嘛，哦。我们说我们的十一个善行为，我们常常去观治它，让它起现行，目的干嘛？是希望它回心回去，啊，变新的种子，又是善的哦。我们知道呢，这个叫做习气嘛，习气是一种功能和一种作用哦。如果你的善的力量积极的比较多，那恶的那个习气就会变什么？被压缩了嘛，或者是进化。前面有所谓的对治嘛，譬如说你不贪，可以对治什么？你的贪嘛，啊、哦，你的嗔不嗔，可以对治嗔嘛，哈、哦，可以对治哦。什么叫对治？就是你这个气息可以把对方的气息什么把它消失掉嘛，习气嘛，哦，我们常常在洗手间里面喷什么香水嘛，它干嘛？就是为了把那个臭气把它什么稍微消除一下嘛，啊，这个种子变现理的理论也是这个样子哈，那看水的速率大。不过呢，我们要了解哈、哦，根本烦恼的势力是比善行力量大很多。我们去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一暴怒以后火，就是怒火中生之后呢，就会火烧什么功德林，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哦，他会。把所有理智都丧失掉嘛，哈！我们说，昨天那个新闻，他一怒起来，哦，或者是一个不善的念头起来以后，根本烦恼，嗔嘛，哈，应该是嗔嘛，哈！一起来以后，所有跟嗔有关的心所通通出来，哦。那他的利用就很大，他把所有的善心所全部遮蔽掉了，他就会思就跑出来，就会行动了，就会行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常常去把十一个善心所拿出来呢？啊，把它都试炼试炼，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现行，再回心回去变新的种子，把善的种子能够占得比较大一点哈。那这样子以后呢，你可能你的习性呢就会比较善良嘛，哦啊，可能坏的别的坏的一个行为呢。就比较不容易沾到你的身边来嘛，哈。那一般来说了，哈，我们啊，这个在这个欣喜的过程里面，哈，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前七世是可以欣的，能欣哦，哈，而第八阿赖耶识是所欣。因为我们心的又会储存在第八世里面嘛，所以我们前七世的起心动念就可以做功德，
就可以把新的种子储存在阿拉耶识里面哈。那他说呢，这个能心的全息式呢，它要具备四个条件哈。第一个呢，它是生灭法，能心的要有生灭，有生灭变化才有作用嘛哈，才能兴起种子。无为法呢是不生灭的常法，不能兴起。全息式呢，因缘升起的生灭法可以兴起。所以有为法哦，一定是有为法，无为法就无为嘛，它不能兴起的哈，一定是有为法的生灭法才可以兴起哈。因为第八识是无记嘛，第八识本身没有作为的嘛，它是我们储藏室嘛，那所以有作为，前期是有作为，第二个呢，有圣用，有圣用有的话，一个能够能眼的试用，一个是强盛的试用，那心法里面呢，全息数呢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能生哈。譬如说，他说用香料来熏衣，香料要有强烈的气味才能够能熏哈，气味微弱就不能够熏。那第八数呢，因为它无忌，不能够熏哈。那物质呢，无言力的作用也不能熏。只有全息数可以熏哈，那第三个条件呢是有增减，有了增圣用以后呢，高下不定，有增有减，才能够是有能熏哈。佛法呢是圆满的净法，不能熏，到了佛果位以后，它就常态了嘛，无为了嘛，而且是。无漏了哈，它不能熏。那前期是呢，杂是杂染的有漏法，所以它能够熏哈。譬如说，他说以樟脑球，我们放在衣橱里面，那这个时候呢，衣服呢就会被那个樟脑球所熏了哈。那樟脑球呢，也就散发掉了哈。那如果你放一个金球黄金在里面，它本身没有增减，那它不散发也就不能熏了，所以它一定是自己本身有增减的。第四个条件呢，是以手心呢合合而转，能心跟手心同时同处，同一个时间同在一起，不记不离，因为前期是要记得，是第八识变出来了，它叫做转识嘛。第八识转出来了，第八识的种子，因为前期识的种子也是在第八识里面哦，它是本识嘛，所以前期识也是从第八识转变而成的哈。所以他跟他合合而转哦。第八是生现行的同时，前七数都出来了。然后如果说你是跟色境前色法有关，那这个时候色法的种子也会出来。否则的话呢，是跟那个所谓的法尘的话，法尘的种子也会出来哈。那全息数呢，只能够先自己的第八识哦。你的第七，你的全息数只能先你的第八识，不能够先别人的嘛，因为他是跟他合合在一起的嘛，合合而转哈。所以我的前息，我的作为，我前息数的所有的作为，不能去熏你的第八识。我的
作为不能是心理的第八次。这个是能心的四个条件哈，不过这个地方也要提到哈。那我的作为不能心你的第八事，那我替你祈求，啊，替你去求佛拜拜，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啊。他虽然不心你的第八事，但是他可以改变你所处的一些缘嘛，条件嘛，哦，缘嘛就条件嘛。活菩萨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人哦，我们要了解哦，他只是把我们周围的缘啊，那个条件啊，哦，稍微变更。能成佛、能修行，都要靠自己。我上次有提到过哦，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同事哈，往生了哈。那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听到说他是所谓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是他后来还是信了哈。那听他儿子讲是在，就是那个期间哦，在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安宁病房哟，那个期间皈依的哈。所以我在想哈，我就一直告诫大家哈，修行要趁你能够做主的时候修，你不能做主的时候，你就会彷徨无措，你只能够依靠别人。有没有用？安心而已啦，安心而已，那也没办法啦，我也不反对这样子，因为已经到那个阶段了嘛，那你只能够，我们说要溺毙的人，只要有东西抓他都会抓，那所以平常我们就要修行。那佛法的主张一直是认为要靠自己，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去改变你阿拉耶识里面的东西。否则的话很难啦，比如说我们佛法的行里面有很多的方法嘛，我们最普遍的是净土中的称佛号嘛，阿弥陀佛嘛，它可以净化，没有错，可以净化我们的第八识。但是我们的经典里面有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可以成佛吗？他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成佛，要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你就是本身就是一方佛土了嘛，所以还是要靠自己了哈，还是要靠自己。那所心呢，它也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呢，它是坚持性，就是说所心的呢，一定是一类相续，能够维持那个习气，才可以所心哈。那前六识有变异。第七世是染污世，不能受心，只有第八世呢是一列相续而不间断，所以只有第八世可以受心。第二个条件呢，无忌性。那第八世呢，他性是无忌，法性法体平等，无所为忌，能容习气，所以可以受善恶现行的欣喜，所以呢，清净的佛果，还有呢，有漏的前世不能够受心，成佛了他就不受心了，因为他是纯净的嘛，哦，他就不受心了哈。这好比说我们的沉香，哦，不能够心成臭的。
火果就是香，很香的嘛，哈，它纯净的嘛，哈，它就不受熏的，啊。另外呢，蒜也不能够熏成香的了，哈，因为它本身的习气已经存在了，所以只有第八是可以受熏，哈。第三个呢是可熏性。这个呢是说，受心的那个体性呢，要不是很精密的，像黄金，能衬托进去吗？不行的，它不能够受心哈、哦。所以呢，要有这个空弦可以衬的才行哈、哦。那。第八识呢，他说他的体性呢比较稀疏，能含容种子，可以受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储藏体嘛。那储藏体是很松的，所以很多种子都可以进去啊。那好比呢，他说我们的衣服，它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料子哈、哦，比较松嘛，哈，没有那么紧哈，啊，所以可以塑心，而金属的像这个，你跟它熏，它不会香嘛，哈，就不能够塑心了。第三个条件哈，那第四个条件跟前面那个能熏的一样哈，他说以能熏和合而转，啊，这个呢是以能熏的第四个条件相同。也就是说，第八识呢，只有受本身的前虚识所熏，不受他人的前虚识所熏哈。这个是一定的哈。如果我们可以受他人的前虚识所熏，我们知道我们活菩萨都很慈悲，早就把我们全部第八识全部净化掉了哈，熏掉了哈，因为不行嘛哈。所以我们在生死之中呢，不断的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这就是一种习种成性嘛。习呢是欣喜的意思啊、哦。那欣喜上实际上就是一种业哈、哦，欣喜的过程就是一种业哈、哦，业动而产生业的力量，也就是动力。动力及其成为种，而种的本身就是心，这个心呢就是无明，也就是我们生死流转的流转心，也就是流转世。这个流转心呢，啊，就是一个种啊，就是种子了哈。那我们再翻开61页，我们讲到第八哈，我们要继续介绍种子理论。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哈，无漏种子他说是一切有情众生本具的成佛的种子，虽是本有的无漏种子，但是要修唯识行到见到位，哦，就是出地了哈，或者小乘修行到阿罗汉，那无漏种子呢才能够显现哈。无漏种子自然全是善性的哈。第二个呢，有漏种子呢是三界六趣受生死的种子。那依善性说呢，它是善性、恶性、无记性兼有。那有漏的色跟心两法的种子，如就心喜面来说，可以分为明眼种子跟业种子两种。心喜面就是说刚才的那个。前七识熏习到八识的变新的种子来说，它可以分为明眼种子跟业种子。那所谓的明眼种子呢，他说明是名称，言是言说，也就是说分别一切法的名称言说。那名称言说呢，可以分别一切法相，
可以沟通人跟人间的思想概念，可以记忆做事立言，在社会上呢，可以世代相传，而成为大家所共认的一个习惯。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名言习气。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了义的，一种是显进的。那了义的名言呢，是说能够诠释义理的名称言说，这个里面呢，包括名称哦，名字的、名词的、文字的、章句等等哈、那用以表达实体的事物、意象、义理或概念的，这个借由语言文字表达，或者呢，可以得出事物的本体或概念，就是了义的名言。显进的名言呢，他说不依名言，不依名称言说，而是由我们自己的心事去了别境界，那以见闻觉知去了别某种境界，或者心事去变现某种境界的，叫做显进名言。所以前面的了义名言是我们从书本上，或者听故事，或者是看各种东西而得到的，一种名言。显进名言呢，是自己心事所了别的，不是看书的，自己想出来的，那种名言。那这两种名言呢，都是心习现行的种子，而成一种新的种子，含藏在阿拉耶识里面。因为我们读书就会受书的影响，那书的名言就会侵袭到我们的第八识里面，那一言呢就会起现行，作为升起心色诸法的清音言，也就是升起宇宙万法的资料。名言种子呢所生的果叫做等流果。什么叫等流果？就是善的某一个东西，它生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叫做等流，流等流嘛，它流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等流果。所以它又叫做等流习气，它的性呢是无际的，且立为无法独自变现，必须借助善恶业的种子呢，才能够现起哈。换言之呢，善恶业的种子呢，能够推动名言种子令生现行，以展现现起的宇宙万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它本身是无际的，必须靠我们业力所造的种子，然后才能够推动它，或者是加重它来起现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书本上描述了半天，描述一个善行也好，或者是一个恶行也好，我们看看，看看就看看嘛，那它本身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事体来说，它没有起任何作用，比较微弱了。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前七世的见闻觉知，而起的业力的话，善恶业力的话，那它的力道就比较强一点。这个是名言啊，这个所谓的名言种子呢是比较弱的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很多的古籍会受影响，如果我们本身的前七世
没有起这个名言，就是没有起那个对他的言说，没有起我们的诗的作用，没有生以义起行的话，那个业的种子没有推动他的话，他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然后第二个他说业种子，业呢是造作的意思，由善恶造作所熏习而成的种子叫做业种子。那业种子所感的果是意所果，刚才那个是等流果，等流果的 肉比较力道比较弱嘛，因为它就是一直留下来，它不会变哦，一直留下来哈。种瓜得瓜哈，等有果哈，这个是意所果，所以呢又叫做意所习气哈，也叫做有之习气。我们前面有提到哈，这个业的习气哈。那有之是指十二因缘里面第十的有之哈，有之就是业哈。那《成为顺路》里面有提到，有失其系，未能够招三界一所业果。有之有两个，一个是有若善，就是能招可爱果的这个业；第二个呢是不善，之不善，就是能招非爱果的业。那随这两支所熏成的果子，令他呢意所果善恶意气，就是说你好的就好了，坏的就坏了，会形成哦。那意所两个字呢大概有三个意思哦。这个第一个呢是意时而所，报的时间哦，种子跟现行隔了一段时间哦，不是同时哦。他说呢，造因的时间跟硕果的时间有着一段相当的距离，过去不同的业因叫义，今生果报的成熟叫所啊。如是呢，因灭果生的前后意识，所以意识而所，因跟果不同的时间发生，这个叫做意所果哦。这个也常常嘛，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好几世之前所造的业的果报哦，现在在受果报了，也有哦。另外第二个呢是意性而所，他说呢是造因的性质跟感果的性质有着相当的不同，这个又叫做变异而所哦。它是指所造的业因或善或恶，但所感得的一所果呢，说不上是善或恶，而是无复无记。譬如说过去修五戒十善而感得人天的一所果，所谓因是善恶，果为无记，变异了。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说，那这个善果，善的种子一定会生善的果，恶的种子一定会生恶的果。那这个地方呢，他说变异，异性而所，它会变异。他说我们以前假定修得好的话，修五戒十善而感得人天的一所果，五戒十善是什么？好的，人天的果报他认为是什么？无记的。人天的不是也不错吗？对啊，就是也是善果。不过在他的认为是说好像跟原来的性质有一点点不同，这个他说是变性而所。我的看法呢，
你没有种那个善因，哦，没有修五戒十善，不晓得爬到哪里去了哈，不可能做人天的果报。人天的果报是不是好或坏，那还要看后面嘛哈。他的意思是说，人或者天这个果不一定是好，不一定是坏，好坏都在里面。哦，但是就这个果来讲，我认为还是善果，哦，还是善果。如果你做恶了，那搞不好到什么三恶趣去了哈，到地狱啦，还有到什么恶鬼，还有什么畜生哈，到那边去了，那就变恶果了哈。但是在唯识家认为呢？就是到那三个气的话，到那个气的人，那个四体也是善恶无忌，通通在里面，因为第八世嘛，他一样第八世气啊，哦，一样第八世气嘛，第八世气的时候，他一样有善恶无忌在里面，只是偏恶的比较多而已。啊，就我们来说，那个比较恶果嘛，哈。还有呢，第三呢是异类而所。他说呢，凡圣的种类跟形象各异，但造异类的业，可受异类的身。如在善气造恶业，就可到异气，恶气受异所果报。这个呢是说，譬如说我们啊，在所谓善气人天算不错嘛，哈，善嘛，哈，善气嘛，哈。如果你造恶业的话，那你就会到恶气去啊，异类的嘛，哈，善类跟异类跟不同的种类哈，恶气就异类了哈，去那边受恶报了哈，的意思了哈。他是这样子分类不同，没有变动，你造恶业会造恶报的一个因果关系哦，哦，他只是分说我在人天造的恶业会到，比如说地狱去受果报，啊，他说这个是异类。异类而所哈，重点是第一个异属而所而发生的了哈，也就是说，你造的因跟你得的果，果的就是所了，成熟了嘛哈，不同的时间就会发生哈，异时异性异类。哦，就会可能发生这样子嘛，哈，就会可能发生这样子。这个呢，是一般异所果，我们的异所世就是第八世哦。我们第八世因为是一个储存体嘛，哈，我们理念上的哈，就是所有的东西，善恶无忌的种子都在这里面。什么时候变？什么时候造的种子，然后它什么时候成熟、哦、变现，都要靠因缘嘛、哦、可能同时也可能不同时吧、哦、所以它是异所是这个意思的、哦、可能同一个时间出现，那也可能不同时间出现、哦，因为有这个理论，所以我常常说呢，我们就有可能借由修行，然后呢来改善或者进化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哦，啊，这个种子呢是一种习气，不是我们概念里面那个硬邦邦的种子哦，它不是哦。
哦，它是一种习气哦。那这种习气呢，是一种利用一种能量而已哦。啊，这种能量呢，是可以对治的。我们前面所谓的对，可以对治的哦。哦，譬如说，我们临时可能暴气出来了，那可以，如果我们同时会升起我们的善念，譬如说不争哦，我们临时这个心手上来，那叫自己不要生气，哦，会让我们这个气呢慢慢消掉嘛，哦，会让我们的气慢慢消掉，那可以改变我们爆出来的行为。这个是一些比较改变，也就是能够依我们的修行呢，来改变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不良行为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了。我们如果说没有这个心习理论，什么种性就永远什么种性，那就不要教了嘛，没有用嘛，改不了嘛，啊，事实上呢是可以改的。好，接下来这个种子理论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了。如果大家慢慢想了，搞不清楚还可以提出来。那这个理论如果你能够彻底了解，那你就可以在修行上有一个理论基础吧，有一个理论基础。那接着呢，我们要来讲心所。那我们51个心所呢，我们5个片行，5个别见，11个善心所，还有呢，这个根本烦恼，我们有6个。我们前面呢，前5是已经介绍了3个了哈，贪嗔痴，然后还有慢疑见哈，这3个哈。另外呢，随烦恼有20个，那20个呢里面有这个大八中二嘛哈，大八中二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哈，然后只有小随烦恼10个还没有介绍哈。他说呢，不定还有一个不定，有四个不定哈。什么叫不定？善恶不定哈，啊，不一定善，不一定恶的哈。啊，这个总共呢有51个，6类有51个心所哈。那在这个6类51个心所里面，那我们在前5世颂里面呢，已经说过34个了哈。那还有根本烦恼的慢疑见哈，啊，见一般都是不正见哈。还有随烦恼的10个随烦恼，以及4个不定呢，啊，我们现在来提一下哈。第一个提到慢。他说呢，慢呢就是骄傲，哦，就是骄傲。那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高，哦，那陈维树里面提到呢，说因何为慢？持己于他，跟别人比较，高己为信，自认为了不起，哦，能战不慢，生苦为业。慢是所有修行的一个障碍，我们要了解。因为一个人如果起慢心的话，会怎么样？会自满，什么东西都装不下。我们第八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都装得下，那你现在如果自满，什么东西都装不下，不要说正法坏法通通装不下，那这个是比较自己跟他人的长短高低、胜劣好坏等，而升起的轻视别人的一个自持之心哈。那五蕴论，你们现在有在提嘛？五蕴嘛哈，有7种慢哈。那计色论呢，有9种，也有8慢、10慢的哈。那我们这个地方只介绍7慢哈。
第一个慢，他说以劣迹以胜，对方不如我而轻视之后，以等迹以等，对方和我相同，而又何必尊重之？这个是慢。我比别人好，那当然是慢嘛，哦，自认为了不起嘛。我跟别人一样，啊，他有什么了不起？跟我一样嘛，哦。第二个呢，过慢，以等级以胜，跟自己相同的，啊，认为自己比他好，哦。那以胜即以等，对于呢比自己好的，啊，认为跟自己一样而已。第三个呢，过慢过慢过慢哈，就以胜即以胜，对于别人比自己好，也认为自己比他好，人家比你好了，但是呢你自己认为你比他好，啊，然后呢？第四个呢是我慢，这个呢是在无起印，谁观为我或为我所，即于身心无印，只有我及我所，而使心高级者，我慢，持一个我啊。那为什么要持一我？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哦，照见五蕴俱空嘛。那个五蕴，我们常常执为我嘛，哦，色身香味触，哦，不是啊，色受想行识啦，哦，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执为我啦，哦，这个就是我慢，事实上不是，哦。然后呢，这个增上慢，第五个是增上慢，他说：“一味得真善殊胜法中，为我已得。”这个呢是说，你还没有得到，而你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个很多哈，常常哈。第六呢，憋慢哈，是在多分胜殊胜即以少分下列哈，就是人家比你胜的很多，那你认为呢？啊，只是差一点点而已啦，哦，这个叫做憋慢。第七个邪慢，是自己实在无德，认为自己有德，哦，那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哦。慢呢，我们了解，哦，在未证圣果的凡夫，就是大家、哦，没有哪一个敢说没有慢的存在，这个都有哈，哦。不要说较具特色或者特长的人会有，就是极为低下的人呢，他也有他的慢心存在哈，哦。不过没有适当的机会让他表现出来而已，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慢，哦。慢的特性呢，在论点中大部分都说为心的高级，就是把自己抬高了哈，心的共高，心的傲慢等等哈。总之呢，就觉得自己胜过别人，别人总是不如自己。再简单的说，慢以高级为特性，以我慢为作用，以心膨胀状态呢为现状，哦，自己心里把它膨胀出来。那这个慢呢，为什么会产生慢，哦，这个《易学书地论》呢有提到，哦，它有六个因缘，说我们人呢都会有慢，哦。第一个是种性，你这个种性高贵，当然现在的时候没有种性差别，但是这个类似我们讲的一个人的学历或者学历的高的人容易起慢，这个种性高贵，我认为不对啦。
这个种性的高下呢，是你我们叫做生而不平等啊，哦，生在富贵家，哦，他不用努力就可以富贵嘛，哦，所以他值得骄傲嘛，哦。比如说你生在英国的皇室，啊，自然说到很好的招。这个啊，你的环境啊，什么东西就会很好嘛。那他起慢心是就会起慢心哦。第二个呢，是色力，就是你的色身啊，长得庄严漂亮，那你自己也会骄傲啊。哦，那些隐心啊，哦，那些长得比较特别漂亮的人，他表现出来就是慢了，啊，哈，哦。第三个呢是廉士，所以年纪越大的，他也会生慢心嘛，哦，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啊，哈，哦，不会，老人家都是这样说嘛，哈，哦，就容易起慢心，哈，哦，所以年纪大的都看不起年轻小伙子嘛。我过的桥比你过的走的路还长嘛，哦，第四个呢是多闻，啊，这个人呢他博学多闻，有智慧有辩才，那也容易起慢，哦。第五个呢他说健康，身体强壮的人他也容易起慢嘛，哦，他看不起那些弱小瘦弱的小的，哦。第六个呢财富，哦，财富。那有很多富贵人家，哦，富有的人，像那个什么，像那个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啊，郭台铭啊，或者是那个川普的那个现在的好朋友，那个叫什么特斯拉的，哦，特斯拉的，哦，他就自然会起慢心了，啊，因为他 比很多人都有钱了，啊，有钱人一定会起慢心了，啊，哦。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哦，说新加坡的新任的总理啊，那个叫什么什么福什么财啊，哦，去参加这个一个亚洲的一个峰会，就是领袖的一个集会的时候，他是坐的廉价的这个什么航班哦，叫做虎航哦之类的哦，而且坐的是什么？是经济舱哦，是经济舱。那回到自己新加坡的机场，他也跟人家一样排队出关哦。一样领行李，而且还没有车来接送他，哦，他自己 还叫车自己回家，哦，所以，啊，有人说认为这个是叫做什么矫枉过正，啊，我认为是刚好就好了，哦，因为他自己认为跟大家都一样嘛，哦，那如果他这样的作为，他就可以发现一般老百姓有哪一些不便或者哪一些麻烦的事情嘛。那如果你走马路前面都有人帮你开道，你认为台北市会塞车吗？不会啊。我记得连山那个时候就认为台北市哪有塞车，他很快就到总统府了，啊，对不对？嗯，啊，你到机场也不用排队，然后坐的也是商务那个这商务舱，哦，那都很舒服啊，啊，下来也心里都变，你认为一切都很好啊，哦，那你能够发现老百姓的苦处吗？绝对发现不了嘛，所以啊，就会不自然的啊产生慢，哦，我们讲一个故事，哦，我们佛陀嘛，哦，他成道以后他就带了他的僧团，哦，他那时候的僧团有很多阿罗汉，哦哦，
有很多的阿罗汉回到他的祖国迦比罗卫国。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啊，晋幻王嘛，这个幻呢，我认为不怎么好了哈。晋嘛，就是干净的晋，幻是假崩的崩嘛，哈，晋幻王哈。然后这个晋幻王呢，就带了很多的大臣跟人民呢，来迎接他。那我们佛陀当然没有问题嘛，哦，他是32的这么庄严的法相嘛，哈，长得又帅嘛，哈，啊，又可以放大光明嘛，哈，他这个一进去一看，人家就知道他啊，这个不得了，哈。但是呢，跟随他后面的那些阿罗汉呢，很多都是修什么苦行的，苦行呢不是瘦瘦干干的，啊，穿的衣服也是邋遢的，哈。外表呢看起来就不怎么庄严了哈。这个时候呢，这个晋幻王也就是他的父亲呢，啊，这个当然了，这个阿罗汉他内心的戒定慧解脱，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啊，他干嘛表现出来哈？他苦行呢就苦行了，那晋幻王就认为看到这个，就认为这个。他儿子呢长得这么的圆满庄严，但是后面呢那些弟子看起来好像就不怎么样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释迦祖当时是一个贵族嘛哈，王族，舍地利哈，他们种姓里面是舍地利哈，那他就下令呢。他们释迦族的啊，这个人员呢，希望每一户啊，每一个家庭要强迫派出一个长得比较庄严、特别庄严又聪明的人出来出家，要跟随他儿子哦。啊，这个时候释迦族就选出了500位哦哦。那佛陀呢，当然就答应下来了哈。有这么多弟子当然最好，而且又长得都很庄严，但是他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出身贵族的人呢，他会看得起那些修苦行的人吗？哦，慢心会发生嘛，哦，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刚好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叫做优婆离，哦，他是呢，首陀罗，首陀罗是什么？首陀罗是贱族嘛，哈，是最低层的哈的一个啊，首陀罗哈。那这个首陀罗呢，这个优婆离呢，是专门为这些王族哈，就是这个释迦族的人呢，理陀法的。哦，那有时候呢，他如果理得好。那这些呢，王主呢，就会给他一些钱，理不好还会骂他打他吼。那这么一个人，他想出家，优婆离吼。那佛陀呢，因为他也知道吼，我们每一个人起心动念，佛陀都很清楚吼。那他就啊，本来优婆离认为他是一个贱族，他虽然想出家，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哈。那佛陀呢，啊，认为啊你想出家，啊，佛陀说好啊，那你就来出家，啊，好，那我们佛陀就把这个优婆离呢就剃度了。出家了哈，嘿，这个优婆离呢，比这些王公贵族的人，比他们是那个释迦族的这些每个家庭选出来的500位特别啊，这个庄严啊，特别聪明的人呢，前一天出家了。那隔天以后呢，这500个释迦的贵族呢？要进入僧团，
那释迦牟尼佛呢，就要他们呢，一一的跟那些长老的啊、哦、弟子们，先出家的比丘们，或者沙弥呢，先出家叫做沙弥嘛，哈、哦，顶礼。你后面出家的嘛，啊、哦，这个，然后呢，这些五百个啊弟子呢，就一一的顶礼哦，然后到了优波里以后，哎，他们就迟疑了。那这个人本来就跟我礼陀法的啊，哦的一个贱民嘛，我干嘛要跟他啊行礼呢？要跪拜行礼呢？可是呢，你不跟他行礼跪拜的话，他成不了家，成不了家，那个谁啊？那个净饭王会什么？会惩处他们啊，哦，会降罪啊，所以最后呢，不得已，这五百个释迦归主呢，也跟优婆里呢啊行礼了，勉强的行礼了哈、哦，勉强的行礼了。那顶礼下去以后呢，佛陀就说呢，那这五百个释迦主的贵族呢？那个我慢的心呢，就塌下来了，这个山就塌下来，因为你对一个贱民行礼的嘛，哈，顶礼的，那你的那个我慢啊的那个心呐、啊，慢心就会消失下来，哈，就变成平地了，哈。所以我们一个人，如心不要像山那么高，哈，那么尖。要像平地一样吼，那因为优婆里的原因，折服了五百个释迦主的弟子的我慢心吼，那佛陀呢才说他们作为佛弟子，然后才有佛法当中成就种种的功德吼，所以呢，我们折服慢心这件事情的确很重要吼，刚才讲过。如果你慢我慢以后，你的心就满了，你不会去接受别人或任何的教化哈。那你这个人呢，在虽然在佛学院可能待很久，但是呢，对佛法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很高嘛哈，你会看不起很多的教化，那。白天下雨，晚上也下雨哈，都没有得到水。那个水呢，就是什么佛法的水哈。那水都流到下面去了哈。为什么？因为你高嘛哈，山水都往地处流嘛。那你这个滑水就不进了哈，滑水就不进。这个是慢哈，这个是慢。然后呢，我们常常说呢，我们见到位之后，进入的初地，我们为什么菩萨说像地一样呢？因为地呢啊是比较平坦的，而且它可以容纳一切的法，所以呢，这个慢的话呢，是一个会障道的哦，慢心绝对会。障碍我们的修行哈。不过呢，从刚才那个公案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哈，如果你经常的礼拜拜佛嘛哈，那你可以把这个慢心呢，慢慢的折服下来哈。拜佛也是一种运动啊哈。不管你用什么拜哈，你大礼拜也好，铺的地也好啊，没有蹲下去也很好哈。经常的把手把这个头呢低下来哈，那你这个色身的境界的因缘就会改变内心了哈。你色身因为你的礼拜，然后你就慢慢的，因为你这个行为，刚我们前面讲过嘛。会熏习种子回到第八世嘛，会改变内心的齁。
然后内心能够就会出现一些境界嘛。如果你经常的把头低下来去拜佛，就能够折服慢心了哈。那慢心，我们刚才提到有介绍了七慢嘛哈，我们再把它啊讲清楚一点，因为刚才那个有一点文言文哈。第一个慢的话呢，如有他人不论哪一个方面，譬如说道德啦、福报啦、智慧啦、学问，都的确不如自己，这个时候呢，自己呢胜过他，或者呢，他不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跟自己呢不相上下，但是你还是认为你比他好，啊、哦，你比他好，那而且呢，啊，加以轻视哈、哦，说他什么都不行，啊、哦。我哪一样呢都可以胜过他，那这种就是慢心起来了齁。本来你是比他好没有错，或者你跟他一样，但是呢你总是认为你比他了不起齁。那第二个是过慢，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了齁。如果他不占别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跟自己一样齁。那但是呢，你却说自己比他呢胜过一点点哈，比他强。不管怎么样呢，他是不及我了啊，赶不上我哈。或者别人呢，不管在哪一方面，的确呢比自己强，但是呢，你却认为他没有超过自己啊，他最多跟我相同而已。人家比你强，你认为跟他跟你一样而已哈。像这样子的慢心呢，未免太过了，所以过慢哈。慢过慢呢，是他人呢，不管在哪一个方面都胜过自己很多，自己什么都不如人，但是呢，你不但不承认自己的不如，反而还认为自己呢。胜过于别人，哈、哦，那别人说对方比较好，自己总不服气。别人哈、哦，就是其他的人哈、哦，说他比你好，啊，你就不服气，以为别人呢故意在抬举这个人呢来压低自己哈、哦。像这样的慢心住户，其有点太过哈、哦，所以叫做过慢。慢过慢齁，就太过了齁，太糟过了。另外我慢呢，这个是对我们的五蕴子儿的生命体上本来是没有的，因为生灭法嘛，有为法嘛，色受想行识齁，这个都是有为法齁，但于自己的妄见，以为其中的这个我，这是本这个看法所执的我呢，本来就不对的，没有一个我了哈。那但是呢，为了要表现自己所长，然后欺凌、轻视他人，认为他人不如我的地方太多，应该听我的指挥和差遣。好、哦、啊，这个呢是我慢啊、哦，我慢心很多哈、哦，很多真善慢呢啊，这个呢是。我们比较少了哈，但是啊，在一些修行的比较有一点有或者是出家的比较多哈。这个真善慢呢，是在修行者身上升起的哈，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一点点的相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正德，可是呢。他就认为得到了神通或者以为自己得到了禅定，甚至于以为正得了圣果，像这样的以心自起，所以命为真善慢。他为什么？为了得到供养嘛。痞慢呢，就是自己是痞下了，自卑了，卑下。
如果他人的行为广博自己的知识啊浅僻的话，照理想应该生起惭愧。可是呢，这个人不但没有惭愧，反而生起慢心，说他的学问广博是他的事，我的知识简单是我的事，还不是一样吃饭睡觉，他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他的道德高车啊，自己的啊，而自己的卑下，你应该生起惭愧的。可是现在这个人不但没有惭愧，而生起慢心，他认为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固然是人，没有道德的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人，他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像这样的表现称为卑慢。学慢这个比较麻烦哦。那在世间有一些人呢，自己没有什么高超的德行，但是为了博取自己的虚名假利，到处的宣扬自己的德行是怎么样的高超，那以及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像这样子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己的名利，本来是不足得一笑的，但是他还洋洋得意，以为自己了不起，并且呢，从此呢傲慢于人，认为别人都没有他有用。我们不是有一个笑话吗？一群人骗一个人叫什么？诈欺嘛。一个人骗一群人叫什么？大师啊。有没有这么一个笑话？一群人骗你嘛，打电话很多人，还有车手啊什么，骗你一个人，这个是诈欺嘛。那一个人的话骗一大堆人，这个大师哦，大师级的。哎，好，第二个呢是疑，怀疑的疑哦，是信的相反。成为书论里面提到呢，银河为疑，疑诸替理，犹疑为信，人仗不疑善品为业。替呢是苦其灭道，是替嘛，他不相信这个是替理，苦其灭道，那随顺流转，生死轮回，说苦集两替，随顺还灭，超脱生死轮回，说灭道两替，那在这个诸替理里面呢，身怀犹疑叫做疑，疑呢，他说有怀疑自己、怀疑老师、怀疑佛法，谓之三疑。疑虽然是属于烦恼，但是呢，见所断的烦恼，这个比较好一点。你啊，在我们有正见之后，见到位之后，他自然就没有了，因为你怀疑心就没有了嘛。他不是修所断的烦恼，行者呢一到见到位，正见四圣谛的真理一句断除。以前呢，我们佛陀呢一出来讲的是四谛嘛，苦集灭道四个方式来教化众生嘛。那你如果对这个四谛有犹疑不定，就是你不怎么相信他，那就是疑啊。不过这个还好，到见到位，也就是说你证得了苦集灭道之后，那你就可以呢啊，把这个疑呢把它消除掉。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第三个不正见的，不正见见到位，这个不正见，这个跟疑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关系。你的诸见不正就叫做恶见。成为书录里面提到呢，因何恶见？疑诸替理，是替嘛，颠倒推度，染秽为信，
能战善战，招鼓为业。那会它是通善嘛，哈，不善无忌。会啊，哦，它是可能有恶会哦，就是你的智，就是你很聪明，聪明有好的也有坏的，也有不好不坏的哈，那恶见呢是染慧，也就是恶慧哈，不好的智慧。你这个人可能很聪明，但是呢，你这个智慧呢是有污染的哈，不善信舍，依别境中的慧心所而假立的哈。那故云呢，染慧为性。那陈维顺伦提到呢，此见形象差别有五，有五个哈，有五个。一个呢是萨迦耶见，这个就是我见哈。这个跟刚才那个我慢一样的，都是以五蕴设为我哈。五蕴，我们五蕴皆空嘛，它本来就没有了。他认为五蕴唯有哈，无起蕴哈。它是有漏的色受相受，色受想行识五蕴啊，其以贪为体哈，起着于贪爱的烦恼事物。那依于无起蕴而执为有，同时呢，在我所有的亲属、财物、名利，乃至于见解，执为我所有哈。以这个我见为所依的扁，诸见得生哈，故以一切见气所依为其业用，这个是我见哈。萨迦耶见就是我见，主我为有哈，这一种见解，什么东西都要我的、你的哈，分得很清楚哈，我的财产哦等等。第二个，第二个呢是边见。叫做边执见哈，也就是两边见。他说呢，以彼呢执断根长障碍呢，障处中行出离为业哈。边执就是偏执的意思了哈。你这个人，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很边执哈，就是很执着。那这个执着呢，它是以生见为一，见物灭坏，继续断见，认为没灭了就没有了，断见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哈。见物暂住，继续常见，看这个东西，比他活得还久，他认为就起常见了哈，就永远不会坏。这个都是属于偏执见哈，非断非常，明中行，由离言灭替，灭替以涅盘为体，边见之业用，记障之哈，它会障我们的涅盘哈，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非断非常的，是灭法嘛，我们前面讲的。生灭法哈，生就灭了，灭了又生了哈，是灭法。这个一类相续哈，看起来好像瀑布一样哦，灰，所以称为什么灰断灰长。而这个是边执见，认为就是断啊，人死了就死了，没有其他了哈，啊。山河永远存在，就永远存在哈，这个是边见哈。第三个呢，邪见，这个比较麻烦哈。他说一切倒见，以所知的事情呢颠倒而转，毁谤善恶等行的因果，因果报哦，认为没有因果报哈，毁谤作业。跟事实以及事体以外的其他邪执，都成为邪见哈，不正确的看法哈，也就不正见哈，比较麻烦的是颠倒见啊，颠倒见。
起见的话呢，叫做见起见哈，他是认为诸见即所依应，直为最胜，能得清净，一切争堕所依为业。他是在我见、边见、邪见、根此的三见所依的五蕴，直为最胜，能得清净涅槃华。这个见起，见起什么？前面三那三个见，啊，执着就是这样子哈。第五呢，戒禁起，戒禁起呢，或者是叫信戒哈，如杀盗，啊，杀盗淫哈，淫妄之列哈，禁是遮禁，如饮酒，持戒持。能够持戒持禁哈，便是善法，但外道以此为执，妄计为最甚。执起随喜者言说，唯使替时以致希望，由此戒禁能得清净解脱出离，叫做戒禁起。这个一般也有啊认为，只要。所五这个就五戒嘛哈，啊这个戒即信戒哈，这个杀盗淫妄之类的哈，你不能够有杀生、有窃盗、有淫乱，哦，有希望哦，就骗人家之类的。禁呢是遮禁，就是禁止，比如说饮酒啊，那。持戒本来就好了嘛，哈，只是一个改变自己周边的眼啊环境的条件的一个方法，不是就近法哈，因为你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没有去处理哈，不是就近法。那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修就可以了哈。啊，这样修最多只能得到什么天缘报而已嘛，哈，就是啊，持五戒十善，能感得天缘报哈。那这里面呢，可能稍微要提到一点的，就是说，邪见哈，我刚才讲说这个比较重要哈。他是对于所知的事颠倒而转，那都可以叫做邪哈邪见。那主要当然是波无因果，啊，波无因果是很重的一个邪见哈。那譬如说，无思无受，即无持记，是谤无因的哈。不要去布施、哦、那也不接受布施，也不用祭拜祖先、哦、他这个是波无因、哦、无有妙行恶业，诸业果及异所是为谤果，也没有什么业报啦、哦、那个都是骗人的、哦、那这个一般来讲呢，波无因果是比较麻烦的、哦，因果律不但是佛法所说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哦，你现在才来哦，啊？我现在自然醒。啊？我现在自然醒。哦，这样子啊，哦、欢迎你。有一股声音叫我继续睡觉。哦，安内哦，好嘛，那你就做啊。我很祝福。哎、我就一直认为男生要加油啦。男生几个男生就不见了，那所以这个现在是女力为什么为上的时代哈、哦？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女众比男众都出色很多呢。嗯、哎，男众不能偶办呢、哎，不能偶办了，不能慢心长出来哈、哦，哎。对，他的不守，他就认为，哎、欸，
对，他认为呢，在这个里面，他忘记为最，就是最好了，为善、为圣、为妙，他认为只要这个就可以了。对于什么世谛啦、哈、苦集灭道啦、哈，那个都是希望的，啊哈。他说由此戒尽就能得到清净解脱出离，他认为这样子就可以了。哎，对，哎，对对对，其他他不进一步，他认为其他的法哦都是多余的，啊，只要说啊无这个戒跟禁哈、哦、就可以了哈、哦，就是五戒还要不喝酒哈、哦，五戒十善啊就可以了。他认为这个是当时印度外道都有这样错误的知见了哈。哦很多现在印度教还是这样子嘛，哈，他们所这个认为就可以就近可以解脱出离了，哈。那这个五见呢，有些地方叫做五力使，力量的力啊，这个大使的使，哈，就是五力使，说这个烦恼的性质呢，来得特别的猛烈锐利。有了这个恶见在推动呢，很快的会使人呢造出种种的恶罪恶吼，那受种种的痛苦。但是在佛法上用功修行以后，最容易斩断的，就是这个烦恼，就是啊、不正见哦，是最容易斩断的哦。那。所以一切的不正当的见解，一切错误的思维，都可以叫做不正见，或者是恶见哈。那这些恶见，刚才讲过嘛哈，啊，在只要你到见到位，就可以把它断除哈。所以我们修大概最快断除的就是这个不正见了哈。只要你。彻底的了结苦集灭道、哦、就可以、啊、把这个不正见呢、啊、消除掉、哦、消除掉。老师，我们要、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对念见弥勒佛、哎、我希望你可以、哎哎我们刚才提到过吼，你只修阿弥陀佛嘛吼，念佛嘛吼，啊念佛他只告诉我们哦，阿弥陀经只告诉我们哦，说你成佛吗？没有，只告诉你说你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可以只告诉你这样子而已哦，你要成佛。要靠自己哦，不是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办法、哎哎、你要自己成佛、哦、要靠自己，因为阿弥陀佛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他没有办法来净化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善恶种子，你要靠自己去净化，你只是念他、哦、然后他会把你含舍过去，你会往生他的世界。如果你自己成佛了，你就不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就是一个佛了嘛，了解吧？每一个佛都有每一个佛的世界啊。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他是法身是清净的，但是他因为跟我们还没有灭度哈，所以，不是灭度哈，就是说他的法还没有说整个不见，所以我们他是什么善恶也是混在一起的，他是五浊恶世的。那我们要怎么念见弥勒佛？啊，你要念他。啊，要念阿弥陀，又要念弥勒佛。阿弥陀佛就是弥勒佛啊。难道弥勒佛还有另外一尊吗？阿弥陀佛就是弥勒佛。哎，对啊，
阿弥陀佛当然就是阿弥陀佛嘛，弥勒嘛，他叫做阿弥达不达雅，真正的梵文叫阿弥达不达雅，阿不达雅，那个我们台语叫做不辣，你知道吗？不辣，啊，我们一般都翻译叫不达雅，哎，不达雅就是不辣，台语哦，不辣，不公啊，我们到庙里面就是不公啊，不辣，那个就是不达雅，好、哦，阿弥陀就是阿弥达，他的翻译叫阿弥达。不答呀，啊，我们中国人就比较简洁，叫做阿弥达佛，那个陀啊，其实是打的意思，打啊、哦，阿弥达啊，我们叫做阿弥陀佛，啊、哦，都可以。阿弥陀佛是弥勒佛。对，不是的，弥勒佛是另外的，不是的，弥勒佛是未来佛啦，哎，被你搞得，哈哈哈，啊。弥勒佛是未来佛了哈，啊，你说你要见弥勒佛要，对对，啊、哦，那你要，这是弥勒佛，你要多多的养生了哈，弥勒佛还在那个什么，多帅天，哎，还在多帅天说话，他说的是唯识了，啊、哦，你要学唯识要到多帅天，你知道我们玄奘大师。往生的时候，他往生，他自己要往生到哪里？他不是要往生到阿弥陀佛去哦，他要往生到，要去听弥勒佛说话，堕率天。他想到堕率天，堕率天有内院跟外院嘛，哈，啊，内院就是弥勒佛说法的道场，啊。外院呢是一个很热闹的享受的一个天嘛、啊、天眼的地方、欸。你要到哪里要讲清楚啊，你不能够又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又要到弥勒佛去听佛法。我要面见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嗯、然后面见弥勒佛。弥勒佛就是老师啊，所以就是所以我就面见你。哎，你不能让我起慢心哦，这样子是不可以的。这个好，我们事实上呢，我们大概介绍了六个根本烦恼都介绍完了嘛哈，贪嗔痴慢疑见哈。六个，我们讲的那些烦恼哈，二十六个烦恼，二十六个哈，有根本烦恼六个嘛哈，大烦恼八个，中烦恼两个，小随烦恼十个哈，二十六个。事实上呢，只要哈，你记住这六个。因为其他的那二十个随烦恼，都是跟随根本烦恼而来的，它不是主要的啦，它是比较次要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主凶啦，它是什么旁凶哟？哦，它是一些怕臭的哈啊，比如这个。贪出来、哦啊、可能很多的、这个跟他有关的贪的这个心所呢就会跟着一起上来、哦、譬如说我们讲那个嗔、哦、你一生气以后呢，那很多这个跟嗔有关的，譬如讲愤怒、哦怨很多东西都会跑出来，都会跟着一起来那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回去看一下那十一个善心所好好修炼它了。我的看法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顺的境嘛，哈。人家说人生呢，不如意的十之什么八九，怎么样去度过这十之八九的不如意，就是在修行，哈。譬如说了，哈，我们的玄奘大师，他出家以后，他在听法的过程里面，对佛法产生了疑问，哦，疑了哈，那他就决心要到印度去真正的体会，到底佛法的讲的是什么？哎，你想想看哦，从西安哦，现在的西安长安了哈，走天山，然后要走那个，走到西藏啊，走到那个，啊，就走到印度呢，哦，那要经过多少的沙漠哦，而且经过多少人烟稀少的地方哦，他因为出去的时候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也就是说那个政府并没有批准他出去哈。古代的话，出家要批准的哦，哦，出家是政府供养的哦，像公务员一样是政府供养的，所以他回来的寺庙，那个都是政府的寺庙哦，然后由政府发薪水给他，专心去翻译的哈。你想想看，虽然我们有所谓的《西游记》啦哈，记载哈。事实上的那个艰难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沙漠白天热的要死，晚上呢冷哦，哦，他只牵一个什么一个马哟哈，瘦马西行哦，那怎么熬过来哦？那除了忍辱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哦，对于不如意的境，就只能够忍了哈。然后呢，他虽然到印度，也不见得人家就那个，他也是到那边认真的学习呀哈，也不是都很顺的哈。所以遇到不顺的，我们。玄奘大师也是忍下来，当然他的修的佛法也有他的见地了哈，他就一路念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哎，对，《心经》了哈，《心经》还是梵文的《心经》呢，不是我们现在念的哈，他念的时候是梵文，啊，这个《心经》是他翻译的哈，所以他还是很认真的。真的想把佛法呢学习之后带回中国了。然后他回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受到那个时候是唐太宗嘛哈的礼遇哈，然后请他还俗，要给他官做，他都不做了哈，他就全身全意的翻译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异常，我上次有提到过上百人哦，哦，而且每不负责不同的啊这个翻译的一个啊部分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责任哈，所以当他往生的时候，他后面那个那几人翻了十个座椅哈，翻了十个座椅。我不知道资料还在不在哦。他有翻哦，他座椅翻了十个哈。然后他要往生的时候，他们的弟子就问他：“师要到哪里去啊？”堕率天呐，那要到堕率天哦，要听。弥勒菩萨的啊，这个
唯识的说法，因为他也是中国唯识宗的创始者嘛，哈。然后快断气的时候，弟子问他有没有问题啊？他说没有问题啊。哦，他往生的时候，长安呐，哈，听说老百姓呢都送行哈，这个出啊，这个什么出兵的时候，老百姓做出来送行哈，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宗教家哈。他那个寺庙，那个塔，我有去过哈，我大概十几年前有到西安去开会，那有安排去看一下哈。我有下去，但是没有看到他的舍利子哈，没有看到。我听说现在又不一样了哈，现在更热闹了哈，更热闹了，不容易了哈。我们不管任何人哦，我们认为他现在很伟大哈，他一生才六十岁吧哈，忘掉了哈，大概六十哦，就往生了哈。可是人家六十年能够造那。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哈，翻译那么多的诗集，不简单了哈，也不是一生顺处哈。你知道，他当一个翻译组，就是虽然都用他名字哈，但是他面对的是什么？面对以前的皇帝啊，哈，皇室，他是作为华人的哈。也不简单哦，你要应付那一些，那些皇帝啦，或者那些什么大臣啊，不那么容易应付、啊。要让他的道场能够安安稳稳的，啊，这个去做翻译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啊，要在。啊，所有的逆境里面，把自己的心安稳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重点是在于自己的那个阿拉耶识里面的种子呢，那个习气，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修行，充满里面善的种子，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化哈。否则比较困难，否则比较困难。好，我们现在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